Love 何氏夫妻。车站一出来就看到摩天轮，哇，横滨的感觉很不一样哎。你会不会觉得这有一种内湖的感觉？哦，有一点哦。在车站前就是缆车的地方哎，也太酷了吧！哇，小人们 ，Hello， 嘿嘿嘿 ，Hello， 好有礼貌哦。宝，你刚刚听到他跟你说 Hello 吗？横滨真的很不一样哎，跟我去过的日本很不同哦，这里很现代。哎，你要跑去哪里？夕阳是在哪里？好像是哦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高度有多高。这可以看富士山，太阳可能很快就要掉下去了。这个人说要来看夕阳，看到睡着。下面那个船，到着喽！看风景，对啊。你在干嘛？你看乌鸦都笑你，笑你好不好？杀鸟，杀鸟巢。这里是那个横滨的中华街，很漂亮哎。是啊。干嘛笑？哎，先生，你去哪儿？等等等等等。那我要吃。空空香香，空空香。因为你去完中华街，就很像那乌龙舞狮吗？出题。好好 love 何氏夫妻。